了门，关了窗，熄了灯，闭了眼，什么叫走掉。你看全部都是一定要去，看到没有？那哎你现在你给我们直播间家人也给我一个决定，反正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该说的话我们也说完了啊，你给我们一个决定吧，没事，不勉强你。不是勉强我，反正该说的我全部都说了嘛，对不对？如果真的不行，到时候换就行了。不行，你是去试一下，试一下能洗咱就拍，不洗咱就换就行了。真的可以这样子吗？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啊？那家人们，就我最害怕的就是到时候我不行，然后浪费他们的时间，然后会有很多。时间经济上那些损失嘛，就害怕。啊，没事，这些你不用管，你就只管去试一下，不洗就换了就行了。但是我去的话，我肯定是尽我所能嘛。嗯。实在不行了，我就不行，就因为我知道我本来也就是因为有家人们那么多人支持我去让我尝试一下。所以我才有那种，勇气去的嘛，去红红姐。那决定好了去是不是？不是，等一下啊。赶紧决定呢！现在都9:30了，你看。不，我很紧张，我。明天下午就开拍了，咱们要你要现在决定，然后赶紧去那个对戏才行了。王菲，嗯，你说实话，你相不相信我？我相信你，我绝对的相信你，真的。那我们怎么？行，那你赶紧去收拾你的行李。那我把那个行李收拾过来。行，快点，我在这等你。怎么这样呢？拼一次。等我。嗯。今天那个60万的事情，还有刚才那个去拍微电影的那个，这两个事情，按我刚才这么说，有没有地方说错？家人们有没有地方说的不对？像我刚才这样子处理这两个事情，有没有地方说的不对？还有红红姐姐，刚才因为要跟阿美说这些事情，所以就把你的连麦就下了。然后你这边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要说的话，你重新申请连麦，重新申请抢先连麦，我重新再连一次。他的红包你不要少他的，他就是没得到这个红包，心里难过。行。这个红包一定要给他。行，那个上次我们红包本来都是多了的，有我准备了，这样后面我准备了50多份，结果他们家里面没有那么多人，都危险。好啊，他的红包下次给来，下次过来单独再给他付一个吧。他的红包给大一点。行。红红姐姐，对了，你多大年纪了？我76年的。76年是多岁？76年。47了。哦，那跟我妈妈差不多哦。好像跟我妈妈同岁呢，你。76年的，你妈妈是76年的吗？哦，我妈妈自教，我妈妈79年的，我妈妈比你小2岁。嗯，小2岁，我76年的。还有订婚的时候，订婚的时候选结婚的日子，选最早的日子，最早的好日子，不要去拖的时间太长了。就是他不是要选日子嘛，选最好的、最好的、最早的日子。他们有机会的，那个日子已经选好了，是6月30号，他们那边选的。
是结婚的日子，不是订婚，不是要选结婚吗？我知道，我知道。选结婚的日子一定要选的早一点的那个日期，他最早的好日期，最早的那个日期早。行，那早点结婚。到时候、就是、到时候结婚的日子，我这边的话就强烈的。跟他们家里面说一下，就是按我们这边的习俗来啊、哦，结婚的话按、啊、我们这边放的这个规矩来，然后我尽量给他递快一点啊，不然早点结婚。老实说，要按照本来那个提亲啊、递婚那些，如果按照我们的那个方式来的话，那个场面应该是很壮观的那些嘛哦。看起来都一辈子，因为我想着一辈子才有那么一次，对不对？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什么的。但是他们要他们的那种方式来，有些东西我想不开，你能理解吗？嗯，是的，能理解。他不是他们那里就是按他们那里的规矩嘛。行，那个，他们选的，我选好了结婚的日子，然后到时候我会邀请，特别的邀请红红姐姐你啊，你可不管你有什么事情，你都一定要到现场来啊。好的，好的。我还会邀请网上的直播间所有很多哥哥姐姐帅妹，也希望你们能来的都来啊。但红红姐姐也特别特别邀请你啊。你一定要早点结婚，我们就是要前立业都想到要你结婚，早点结婚，我们都盼着你结婚就好了，我们就放心了。好的，谢谢。还有一个，你那个阿梅上班的时候，你们两个要住在一个房子里去，不要这里住一个，那里住一个，然后两个住在一起就可以有个照顾。不是，红姐姐，这个的话啊，这个的话，他们这边就是说啊，要那个结了婚才能住在一个房间，不然的话，不是一个房间，一个屋里两个房间，一个屋里两个房间，不是要你住在一个房间。不是，这之前你们看到的话，住在一套房子里嘛，一套房子里，就是住在一套房子里，住在两个房间里，知道没有？不，他不愿意呢。他说要分两个，我这就是一套房间，套房嘛，套房。然后里面有两个房间的那些，他说不行，这样子的话，不能管你的过处一室怎么怎么的。你不知道，我姐姐他们那边就是，他阿美他们是思想就是从小被灌输了一种就是比较传统的一种，但其实这种是很纯洁的啊、哦。不像我们那些只要男女朋友在一起的，就是怎么怎么样，那个住一个房间什么什么的都可以，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说必须要住在两个房间，不是在一起住在一起有个照顾，你们两个互相照顾可以，什么吃饭呐、啊，什么东西都方便啊，照顾你吃饭，生活烧饭啊，生活上的事情的话。我尽量都按照他的思路来，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啊，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啊，没事，按照他的思路来，让他开心嘛哈，不然到时候一要按照我的思路来，搞得大家都不开心的就不好了嘛。你跟他说一下，看看他说同不同意嘛，同意就住在一个屋里嘛，两个房间里嘛。说过了，不是有一套房间嘛？你跟他说一下，如果他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嘛。行，哈哈。你要主动一点嘛。我知道，行。反正尽量早一点结婚了。好。你的日子提最早的这个日期结婚。好。你要好好对阿梅啊。阿梅受了苦的人呢，她好懂事。好，我很心痛她，我们都很心痛她，受了好多苦。受了好多苦。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一定要对他好，你去哪里都要带上他，不要把他丢在一个地方去了。好。昨天一下子跑到家里去了，你受那么多气。昨天他说他要回来收拾一天，然后我把他送过来了，然后我说好了，今天过来接他的。一回来就受那么多气。这个没事。好，那你给个红包给这些没有去的人，亲戚都给个红包给他们，
就安静了，他们说是没得到红包。啊，但是之前他们也没说那个。到底有哪些亲戚没来，哪些亲戚来了他们也没说，我也那么多人我也不认识，我就反正看到人我就怕没来的我也不知道了嘛。他就是没得到红包搞这个事情呢，把这个事情搞出来的、啊、故意搞出来的。这又不是小孩子，那么大一个人不会为了这么一点事情还搞得这个画面这个场面也有点尴尬哦。是的，就是，反正妈妈弟弟妹妹，我觉得阿梅那些舅舅都没有阿梅懂事，对不对？那么大人都没有阿梅懂事，阿梅还懂得知道怎么考虑一下别人感受，他们那些是完全不考虑别人怎么感受。是的，阿梅是在家里是最懂事、最乖的一个孩子，对，从小就这么乖，受了好多苦，嗯，我们都心疼死了。你也要好好心疼他，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要照顾他，一定会好的。阿美一定去，他肯定演得好的，因为我们都喜欢看他，有这么多家人看他都够了。对，到时候我们光是我们这些不够，我们就拉我们自己的身边的亲戚朋友全部来看，一起看他就行了嘛，对不对？可以看到，都会来看，都很喜欢他。好，特别你们两个人走在一起了，我们更加喜欢你们两个在一起，更加喜欢的人多，我们就是要你们两个结婚，我们都喜欢。好好，可以可以。嗯，我们就是要你们两个在一起就好了，就放心了。大家都喜欢了，各个人都喜欢你们两个在一起了。嗯，好。只要你们两个结婚就好了，都会喜欢你，肯定会演得好的，很多人会看的。行，那侯姐姐阿美好像来了，那我就好的，哎，阿美出发了哦。哎，好好，开慢点啊。侯姐姐你要多注意身体啊。哎，好的，你一定要看我们的私信了，家里的私信一定要看，这些私信都是教你的事情。我知道，我只是家里面太多了，有些。前几天有一天我就是刚好两三点没睡，然后我就来找你的那个留言，我找了一大片实在翻不过来，那几千个人留言呢，你在我做底下发评论的话我还找到比较还找得到啊，找的比较快一点，留言私信那边太多了，那看不过来。怪不得。好，怪不得看不到。好。好的，一定两个要好好在一起哦，好，拜拜。好的，再见。早点路上开慢一点。好。好的，再见。行了，家人们，阿美好像到了，阿美好像到了，我就准备各个结束了没啊？感谢这一路上有你们这么多哥哥姐姐们一直以来对王菲的支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把我当成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是因为你我看了你们的年龄啊，基本上都是40岁到60岁左右的大部分啊，我说的是大部分，所以按照这个年龄来的话，你们就像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啊。然后我们我是一直以来都把你们当成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的，真的把你们当成我们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样。当然我在直播间一直叫你们哥哥姐姐的话，因为叫你们什么叔叔阿姨的话就害怕把你们叫老了，所以我就一直叫你们把你们称呼为哥哥姐姐反正我是把你们当成一家人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啊？希望我们这个所有非家人，所有在我直播间的家人们，希望你们都能够越来越好，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行，那我阿美到了，阿美，哥，哇，这么大个行李呢，都装了什么？衣服全是。啊？衣服，因为这两天我。衣服的话，咱们可以去那个城市里面，我给你买东西的吗？这个不一样。行行，你放。之前买的我都在带着呢。然后。来，放这里，我这里。
行，那咱们出发。出发。啊、哦，外面好冷啊，对吧？嗯，你不是，主要是你们这边有点冷，城市里面都很热的。家人们啊，你们不知道，现在咱们啊，你们很多地方都已经是夏天了，都已经是比较热了，对不对？阿梅他们这个地方，你看穿羽绒服，知道看到没有？他们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我反正你们这里没有空调。没有，没有空调，没有风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哪一家装了空调，哪一家装了风扇？因为他们这里是那种一年四季都盖被子啊、虽然不是很冷，但也不热，就是每年都是啊、四季如春的那种嘛啊、四季如春的那种。看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一个人一只狗，一杯酒，一夜。